由阿卡、凯子、史丹和阿尼等四位小屁孩领衔主演，充满了无数儿童不宜的内容，却又让人笑到喷饭，获奖无数的动画影集《南方四剑客》，如今也要在原创作者与知名的 Obsidian Entertainment 公司的携手合作之下，在年底推出改编游戏《南方四剑客：真实之战》喽。采用冒险角色扮演游戏方式进行的《真实之战》，故事描述人类和精灵为了争夺真实之战而不断的争斗。在这段全新释出的影片中，我们就是扮演这位新加入到镇上的小孩，和阿卡等众多南方公园里的小屁孩们一起携手展开一段伟大的冒险。当然啦，在这段旅程当中，像是黄金先生、金宝和上帝等许多我们熟悉的人物都将会一一登场，而各种恶搞和讽刺的内容当然也是一点都不会少咯，绝对会让玩家们哈哈大笑的哦。相信这场堪称是最史诗级，同时也是最恶搞的小屁孩大冒险，绝对会有许多令人百玩不腻的丰富内容哦。